上海第一条不同凡响的天际线。长江在这里接纳了它的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当它流经这座灯塔时，意味着这条全长6300公里的大河即将汇入东海。一个世纪前，上海的价值从这里被发现。前方的海洋让上海与世界相连，身后的长江能够深入中国广阔的腹地。通达是这座城市最原始的资本。沿着黄浦江溯流而上，不远处就是外滩。飞行在黄浦江上，临江而建的20多栋西式建筑是外滩最显眼的标志。曾经中国近一半的财富都被外滩揽入怀中，但它拥有的仅仅是1500多米的滨江地段。外滩的前身是片泥泞的浅滩。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成为开埠通商的口岸。来华的英国人一上岸就看中了外滩。外滩的历史在这一刻发生转变。气象信号塔位于外滩的南端。19世纪末，这座信号塔通过悬挂不同的旗帜，为船舶提供气象信息。信号塔的顶部曾经有一个巨大的黑色铁球。12点一到，铁球准时落下。那一刻，人们同时按下钟表，校准时间。20年后，外滩上的另一座大楼装上了更先进的计时器。这座大钟从英国远道而来，并设置为东八区时间，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时间。那时，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形成之中。上海率先采用统一的标准时间，跟上了世界的步伐。随着上海开埠，许多金融机构涌入外滩。这座白色穹顶的大楼曾经入住过一家实力雄厚的银行。源于罗马建筑美学的三段分化设计，使整栋大楼庄重而不失典雅。这种通过稳重的建筑外观增强储户安全感的方法，今天的银行大楼仍在使用。这条连接外滩的道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租界时期，南京路只是条小土路，英国人喜欢在此遛马，
人们就把它叫做马路。从马路起步，中国人奔跑在通往近代化的道路上。上海的第一盏电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就诞生在南京路上。接下来的旅程将跟随河流探寻上海最早的工业基因。古老的工业厂房如今辐射艺术力量，传统的行业正在努力成为标杆。苏州河是古代上海通往临近城乡的主航道，开埠前它被叫做吴淞江。来到上海的外国人发现沿着这条河可以抵达苏州，于是给它取名苏州河。苏州河的终点有一座110岁高龄的大桥。1907年，大桥落成，因为不收过桥费，它被称作白渡桥。白在上海话中是免费的意思。大桥前方的水闸每天开河两次，调节河流水位。水闸打开时，苏州河就汇入前方更加开阔的黄浦江。黄浦江从浙江发源，一路向东穿越上海。20世纪初，上海工业高歌猛进，人们需要更大的河流运输原料，提供水源动力。当苏州河捉襟见肘，精明的商人转而选中了黄浦江。这座烟囱高耸的建筑曾经是一座发电厂，上海华界的第一盏电灯就是由它点亮。如今电厂变身为艺术馆，老厂房的巨大空间最适合装下当代艺术的奇思妙想。古老的建筑被重新利用，而一些传统的行当在岁月打磨中重焕生机。造船是上海的家传技艺，100多年前，黄浦江畔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造船厂。如今，几乎所有种类的船舶都可以在上海建造。这艘载重量32万吨的巨型原油船正在进行船身结构的搭建，它的造价接近8000万美元。外高桥船厂每年产出20多艘不同的巨型船舶。这是一趟时间之旅，建筑是岁月的时钟，融入这座城市古老的生活秩序，辗转不同的楼宇，感受乱世中的城市胸襟。老房子看得见风景，更看得见传奇。
距离上海市区不到50公里，有一座古朴的小镇。开埠前，以小苏州自居的上海就是这样的江南水乡。朱家角已经度过了1700年的时光。在上海，和它年岁相当的还有一座古老的寺庙。相传，龙华寺始建于三国时期。唐朝年间，武则天为他捐建了第一座佛殿。千年来，龙华寺香火不绝，它成为上海人新春祈福之地的首选。这座城市常以年轻的面貌示人，实际上，它收藏着不少时光印记。在上海的闹市区，隐藏着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御园原是明代的一座私人花园，它身处喧闹繁华的都市，但园内充满了山林野趣。御园的热闹在元宵节被推到极致。生肖彩灯是灯会的主角，今年是雄鸡当道。跟随着人群前进，前往熙熙攘攘的九曲桥。民间传说，鬼怪只能走直线。今年到九曲桥上走一走，可以躲避鬼怪，去掉晦气。御园的灯会传统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变化的时代里，总需要一些不变的风景，它提醒每座前行的城市时刻不忘初心。发生战乱，大量百姓逃往上海避难，一时间房子成为紧俏货。为了节省空间，房地产商引进了英国联排建筑形式。富有的人家可以买下一排石库门，条件一般的往往十几户合住在一栋里。石库门不仅安抚了生活，
也见证了历史。1921年，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28年后，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在东方诞生。老建筑在上海并不罕见。长阳路一带的摩西会堂是上海著名的历史遗迹。这座隐蔽的小院常常吸引外国人驻足。院子里的墙壁上镌刻着10000多个名字。这是一群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摩西会堂是当时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心。二战时期，为了躲避纳粹迫害，3万犹太人辗转来到上海。这里是当时唯一不用入境签证的避难地。这座雕像定格了一个感人的瞬间，一个上海女人为犹太女孩遮风挡雨。飞往城市的西南角，与上海的旧日时光迎面相逢。整座影视城目之所及都是上海滩的经典场景，不少有关老上海的影视剧都在这里拍摄。有轨电车最受青睐，流水般的剧集里它是雷打不动的出场道具。10几位演员通过巧妙的调度，就能制造熙熙攘攘的上海街景。谍战剧少不了飞檐走壁的动作戏，不用担心身调微压，演员总能顺利脱险。变幻的场景，迷离的江湖风情，上海总能引发人们永不枯竭的好奇。这趟旅程，我们将去触摸这座城市的金融王冠。上海的老面孔正在追赶时代，飞上高空，俯瞰人类创造的垂直世界。每天清晨，第一班轮渡搭载着人们跨越黄浦江，赶赴各自的营生。轮渡曾经是浦江两岸最主要的交通方式。1976年，黄浦江上架起了第一座大桥。之后，大概以每3年一座桥的速度，人们不断丰富着两岸。
东方明珠是浦东资格最老的前卫建筑。它的本职工作是向全上海传播电视信号。东方明珠造价8亿元，建成时它的高度在全球电视塔中排行第3。夜晚的东方明珠变换不同的色彩，蓝白灯光最常见，粉色一般出现在节假日。奥运会期间，东方明珠亮起国旗红。2015年，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他则换上法国国旗色，为巴黎默哀。色彩转换之间，东方明珠呈现一个有态度的上海。这座淹没于高楼之中的建筑，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起点。1990年，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挂牌开业。3年后，这座资本殿堂落成。一楼大厅可以满足1600多位交易员同时交易。据说，股民们蜂拥而来，没能挤进场内的股民用上了望远镜，甚至购买对讲机用于里外联系。金茂大厦是陆家嘴第一栋超过400米的超高层建筑，修长稳健的外观酷似中国宝塔。八角形的建筑样式，楼高88层，中国人钟爱的数字8在设计中被反复使用。你可能想不到，将中国传统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设计师。在大楼边缘，我们发现这群挑战者正在尝试云端漫步。他们身处的无护栏步道距离地面340米，可以想象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心悬一线的奇妙体验。金茂大厦旁的环球金融中心顶部有一个梯形洞口，人们给它取了个外号，叫做起瓶器。492米高的大楼好比一张风帆，越高就越招风。设计师大胆地在建筑顶部留出风洞，让风从中穿过，以此降低风力对大楼的冲击。环球金融中心的身旁出现了一位更高的邻居。
低能耗的高塔。大厦顶端的风洞口安装了270台风力发电机，用来收集高空风能，提供大厦部分照明用电。楼顶的塔关部分设计了螺旋形的雨水收集系统，将雨水导入巨大的水箱，供大楼循环使用。这块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每一栋大楼都是站着的金融街。从陆家嘴辐射上海，这座城市的金融中心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时光倒回30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茫茫田野。他幸运地赶上了上海急速发展的时代契机，浦东成为新的造梦地。上世纪20年代，上海第一次被称作魔都，意为摩登大都市。到了现代，魔都的名号渐渐被年轻人所钟爱。每到入夜，整座城市耸入天际的建筑群在璀璨灯火中显得格外风情万种。南京路上晚归的人们行色匆匆，途经人民广场站的末班地铁带走了最后一批人流，喧嚣了一天的城市逐渐安静下来。23点，地铁巡警陈维俊走过空荡荡的闸机口，准备下班。与此同时，这个城市正在绽放另外一幅面孔。上海就是，一个非常性感、非常精致的一个女人的形象。贾蓓，籍贯新疆乌鲁木齐，32岁，服装设计师。10年前来到上海创业，从此出没于光鲜亮丽的时尚圈，如今已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上海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都市。上海两个字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已经变成一种象征，象征时尚，象征进步，象征韵味，象征速度。变与不变交织着这座已经崛起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繁华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到这里寻梦，像贾蓓一样定居上海的移民如今已近千万，他们被称为新上海人。伴着清脆的闹铃声，上海的快节奏就从这里开始起拍。陈维俊从事地铁巡警的工作已经5年了，
他的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宁波人。他说自己性格粗犷，没有继承母亲作为上海人的精致和精打细算。指定地点等我，我应该什么时候布置上？好啊。来，来，来，醒醒！来，来，起来，醒醒啊！起来了。这电梯太沉，这边不是影响人家坐电梯吗？上海的移民数量早已超过世居于此的本地人。你们需不需要救助啊？需要政府救助啊？改革开放后，迁徙到上海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多元。新上海人们怀着各自的梦想来到这里打拼。上海的繁华曾被视为海上奇观，这座充满传奇的城市在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由一个长江下游的县城一跃而成数一数二的国际性通商巨部。如今这个坐落于长江入海口位置的国际化大都市，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是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我从小生长在，我的父亲是宁波，我养了这里的人。王文渊84岁，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习惯于在爵士乐的环绕声中享用西式早餐。在童年时期，王文渊就在大哥的影响下接触到了爵士音乐，从此对于音乐的追求和热爱从未间断。如今这些懂享受、有品味、渐渐老去的上海绅士们被年轻人称为老客乐。在老客乐的身上浓缩着这个摩登都市的城市文化精髓，他们风雅得体，多数人通晓英语，熟悉西方文化，钟情欧美名曲、西点洋餐和精致生活等等的旧日风情。They say that time is a broken heart, but thanks to fear, since we've been apart. 所以这个是我在刚小的辰光，我是接触到外国人，哎，我感觉开心，我就好唱，英文不会，我瞎唱。那么到后头来，我到高中辰光，我才是接触了美国的爵士。上海几只电台播放这个歌，我每天有辰光一定听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帮助我开始接受这个西方爵士音乐了。王文渊的家住在长宁区愚园路，这条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的马路，曾经汇集了整个上海滩最顶尖的高级公寓，各类名人故居、历史遗迹星罗棋布。如今，从东到西1600多条里弄，依然分布着上千座私人洋房。但时光荏苒，现在愚园路的清晨与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没有不同。
做警察是陈威俊从小的理想。由于大学学习的是财务专业，兜兜转转了几年，他的理想最终在人民广场地铁站实现了，成为了一名地铁巡警。人民广场位于黄浦区，是上海最为重要的地标之一，也是上海的交通枢纽。途经人民广场站的有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和八号线，是目前上海最大的地铁交通换乘站，共有18个出入口，日均客流量接近60万人次。而巡警陈威俊的工作就是在人民广场地铁站维持秩序。国际性大都会的口号刺激着上海人的肾上腺，来上海发展的人来自全国甚至全球。上海的快节奏生活似乎容不得半点延误。然而与地铁里匆忙的人流不同，外滩的江风轻拂下，晨练的市民也拥有同一个清晨。在市井里弄之中，飘荡着最正宗的上海味道。王文渊退休后在老年大学任教，教授英文歌曲。今天他要出门上课，出门前在装备行头上要下些功夫。风衣、礼帽、三件套西装是他们的标配。自从老伴生病住院以后，熨烫衣服就要王文渊自己动手了。但是作为一名老客乐，他显得乐在其中。从中国最早开埠的通商都市到繁华的十里洋场，各国文化在上海融会贯通。外滩老式的西洋建筑与浦东现代的摩天大厦交相辉映。2015年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10.41万人。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常住人口总数首次出现减少。但是像贾贝一样涌入上海的年轻人仍然不在少数。贾贝在南浦大桥附近的创业大楼里租了一间工作室做制衣间，每天睁开眼就要应付着上海高昂的人工成本和店铺租赁成本。贾贝觉得压力虽大，但却仍然充满了动力。快好了了，嗯，还一个下摆要缝。这好看吗？可以啊，压下来啊。我看一下反面，反面我们研究了一个口袋的。这个衣服好，出差可以就带一件，可以顶两件，少带一件衣服。是不是稍微有点长啊？给点意见，是没这个是没封口的原因啊，就是长，所以就。我觉得这下摆线也压这个窄了，好像刚才压的不怎么好看，太窄，下摆的线会压宽。长度还行啊，长度还可以，就
跟你看。我刚到人民广场的时候，第一个早高峰，我看到这么多人，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大多数上海人都乘地铁出行，地铁线路在这座超级都市的地下和高架轨道上穿行，连接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地铁的一端连着家常，另一端系着事业。上海的弄堂跟北京的胡同类似，鱼目混杂，熙熙攘攘，但这并不妨碍老客乐们在这里享受生活，听音乐，喝咖啡。比如王文渊，退休后将时间都花在了欧美音乐歌曲的整理和搜集上。在他看来，怀旧的英文金曲里溢满了老上海的味道。You work and work for years and years, you're always on the go. You never take a minute off, too busy making dough. Someday you say you'll have your fun when you're a millionaire. Imagine all the fun you'll have in your old rocking chair. Enjoy yourself. It's later than you think. Enjoy yourself while you're still in the pink. The years go by as quickly as a wink. Enjoy yourself. Enjoy yourself. It's later than you think.上车厢的时候也注意啊。作为一名地铁巡警，他并非坐在警务室里等警情，而是要主动走出去。罗伟，这样吧，你麻烦去一下一号线的站台，带一个保安。啊，好的好的，那我下去吧。一号线、两号线，没停车。对，就一号线吧。我刚刚到两号线，你不在，我就到一号线来找你，好吧？巡警们走上地铁，或在站台武装巡逻，威慑犯罪分子的效果十分明显。地铁人民广场站基本实现了零罚案。陈威俊也受到了来往乘客的欢迎。尽管每个地铁站都有一些站务人员，有的还有志愿者，但人们依然觉得有问题找警察最为踏实。
好的，没办法。其实警察这个岗位有的时候也很平凡，就是在车站里面维持好这个车站的秩序。其实维持好车站的秩序本身就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外地人眼中的上海人虽不刻意追求奢侈，却不拒绝浮华。出门前，王文渊认真考虑着西装与领带的搭配。他的生活是悠闲雅致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旧上海的气息，这也是老客乐们坚持的品味之一。热爱西方的爵士乐，收集爵士乐的老唱片，也是老客乐们的共同爱好。上海的都是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外的流行乐来的。我看到上海，也是包容性非常大，外来的文化我真体会到的。弄好弄好，麻烦麻烦啊！谁来弄这样？这座城市的口味与它的历史身份一样复杂，精致、时髦，又充满着市井气息。170多年前，上海开埠，西餐连同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一度成为摩登时代的高雅象征。但上海人从来都有办法缩短与食物的距离，罗宋汤、炸猪排最终被同化为上海人自己的味道。土豆沙拉两个套餐。周永乐在国外生活多年，见识过欧美餐饮的不同流派，但内心里他最怀念的仍然是儿时的上海式西餐。肉锤拍打使肉质变得松软，拍松后的肉排要过三关，浸蛋液、裹面粉，如此反复。第三遍浸蛋液时，裹上长颗粒的面包糠，这样炸出来的猪排才不会渗入太多油分，口感外脆里嫩。吃上海炸猪排一定要配辣酱油，酸甜带腥，能有效中和油腻。午后，城市的节奏逐渐放缓，街上偶尔能见到慵懒的人们三三两两的休息，形形色色的面孔被午后的阳光折射出一段段情景剧，在街头巷尾上演。作为地铁人民广场站的一名巡警，陈威俊的工作却丝毫不能松懈。他认真检视着来来往往的每一个行人，应对站内突发的各种情况，耐心帮助乘客解决一切问题。抓到逃犯那一次，我和我的搭档一起在巡逻，核实下来确实是逃犯，那么当时我们就对他上铐了。是坐八号线还是走八号线？不是，坐八号线站坐好的话呢，会叫安东旅馆。有没有地址啊？没有地址，叫你去给我往前看一下地址。下去啊？对。好的，谢谢你们。谢谢啊。没事。再见。
而此时老科勒王文渊已经在给学生们上爵士乐课了。这个应该至少了，我能够这样体会高位了。I can't stop loving you. 你稍微爱出来。I can't. 这只就头一句十分重要。I can't. 哦，干出来。I can't. 哎，你每一个加上要考究点。I can't stop loving you. It's easy to say. 一次手拿起来。一次。啊，对，那声音，对不对？侬阿姨是自家思想的，不要让阿姨匆匆忙忙下来。这只高音，侬唱交关好，人家得意洋洋唱。I can't stop， 哦，这个味道对了。然后侬是 I can， 侬好像急急忙匆匆想下楼了，不要下楼。这个高音，哎，那么要离家走，要离家走，不要 I can。I can't stop， 我刚怎么来？我是 I can't stop loving you. It's useless to say. 记到记到。So I just live my life in dreams of yesterday. 侬得一来吵吵了事，侬得一点吵吵了事了。In dreams of yesterday， 这不是唱歌了。In dreams of yesterday， 不是想想哦。哎，侬这唱宝贝，哎，侬有几个 real？下午是地铁人民广场站巡警带犬巡逻的时间，针对可疑人员的包裹需要一一开包检查。陈威俊的工作除了在地铁站巡逻之外，还要登车巡查，留意是否有小偷和乞丐。陈威俊他精确计算过，在自己工作的5年时间里，平均每天巡逻时长为765分钟。如今就算不穿警服，人民广场站附近的乘客甚至小偷都已经记住了他的这张面孔。不用穿，那驾驶者。而此时的贾贝正在拍摄品牌的新一季宣传画册。让自己那个接受年龄层收一点。贾贝对时尚的嗅觉非常敏锐，尽管品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坚定地看好上海。就是那天说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一套不是头发上去了吗？那你去个很大的头发直接下来，搞个大波浪，或者搞个比较好看。在他的心目中，上海开放包容的城市风貌与独特的文化气质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的目光，已经具备成为一个世界性时尚都市的特质。因此在服装设计上，贾贝走的是国际化路线，不断向世界顶尖设计师风格靠拢。从服装的设计、模特的甄选到宣传画册的制作，贾贝都非常用心，精益求精。在包括创业之前上班也会有更多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管理者。 OK finish very good OK thank you 啊，三子辛苦来，我去走辛苦现在帮你挑衣服了，帮你挑衣服可以不了，好看不了，小姑娘总归也可以了，刚去把你挑一个保育型，能不能给你头发好旺，我给你头发好旺啊，不要扯开话题啊，朋友找能不能没空啊，我的公主女儿老吃香好吧，你看阿姨妈妈哪来吐了呢，长得又高，马上又好，工作又稳定又有事业心，对吧，侬搿种男人哪能寻到女朋友呢？
没啥了，有啥辰光再讲。我总归拿侬聘好，没有什么的女朋友呢。没嘛，不要聘嘞，谈朋友嘞。有好地方休息，小房讲阿拉现在该上班。搿么我其他房少，还勿要见面了，发微信啊啥物事对勿啦？侬勿来三个搿能介样子。就基本上。心思下去。搿基本上谈朋友就。钞票丢辣婚姻里向唻，钞票就去养人家老婆去唻，人家。中国有句俗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在竞争激烈、快节奏的上海，大龄男女青年单身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陈威俊的婚姻问题已经成为他父母心目中的头等大事。这种事情，几岁了呀？这种事情急不来的，这种要等缘分的。正当妈妈要让侬去相亲啊，对吧？新的对象看到了没得？在行嘞，我不大想去。我根本能往推脱不下去啊！相亲这个老讲，要是做了这两个人又没啥话讲。那我哥侬，不要根本就不要什么该，得吃得错啊啥么子，侬买我讲嘛，好有其他活动。侬工作搿趟么子，把小姑娘生活对勿就好了嘛？搿就真的谈勿成朋友了。搿么子有经验，可是阿拉搿搭侪已婚了，就侬一家头。侬是属于生米煮熟饭型。我是属于米还没捣鼓的，是吧？搿条好吃脱伐？下午三点，刚刚结束一节音乐课的王文渊又来到了天山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了下个月的一场演出，今天他要带着学生们在这里进行一次彩排。是小姐侬去接我没好，那看我能够来了。我讲我一定来。我希望听个一直来。一直来。侬个活动我一直来。好好跟侬讲，好好跟侬讲。侬身体好不啦？好。保持健康。啊，辛苦啊，辛苦辛苦。不，那辛苦那辛苦。王耀站来了，王耀站来了，王老师。王文渊的学生多数是退休的老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爵士乐。正是他们这些至今仍然保持着生活格调的老客乐们，将中西融合变成了上海最特殊的城市性格和文化因子。哎，侬搿能对了，侬搿能不对。右脚在后面，侬不对，侬脚就是不好呀。不对啊，应该搿能讲啊，应该组织了石头去，我们先来石头，应该组织了石头呀，应该组织了石头，应该搿能哎，嘛是能讲啊。联合媒体，蹦恰恰蹦，对，好接。哎，好，柔和抒情。重复一句吧。The trail of faith。 谁的谁叫 Down the trail of faith。 好吧，记了，我临时即兴词。当我再唱一遍 Down the trail of making up。你太早了，不能早，这次就不要看了。最后一句我要求没有人是看的，这个合唱队是最基本的训练。太阳渐渐西沉，由于工作情况特殊，陈威俊每天上班和下班的时间都不固定。今天下班比较早，因此父母安排他晚饭后去与一个陌生女孩相亲。与大多数的上海人一样，陈威俊下班后也选择乘坐地铁回家。
下班高峰时间，地铁站台的出口处人流如梭。上海的地标河流黄浦江将上海分成浦西和浦东，而多数来沪务工者选择住在浦东郊区，因此他们每天要骑着电动摩托车往返于浦东和浦西两地之间。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只是江南的一个普通小城，正是因为拥有黄浦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上海从一个农耕社会的小城向现代工商业都市的转变提供了便利。如今波光粼粼的黄浦江连接着上海人的工作与生活。我动手能力，小时候开始动手能力就比较强，小时候就喜欢做模型。陈威俊从小就喜欢做模型，他可以一整天坐在书桌前与模型相伴，但是父母却希望他能把业余时间和精力转移到找女朋友这件大事上来。喂，你哪回来了啦？啊，快点，侬快点去个，去准备准备，要去个相亲了呀！哎，阿拉们现在早了，不早了，侬个要去准备准备。哦，我晓得了。好吧。好。要认真点啊！结束了。看好以后嘛，多联系联系，不要一日到夜讲没感觉，没感觉，感觉没培养出来呀，晓得吧？结束了。王文渊和学生们会定期组织沙龙，给那些对怀旧英文金曲感兴趣的老年人提供交流表演的平台。这个第一只班，跟这只班开了以后，开头，因为我一开门，大概我这班就是30几人，现在马上进人了，速度是极快。要整个一只班不够了，坐不了，伊只可能性个大啊！再开两只班，再开一只班，好，我再开一只，一个礼拜五只。有个口号，就是同学提出来，我就会赞同。8个字：畅想即是拥抱欢乐。关于唱得哪能，各人各人天赋，各人各人后天个这个。条件都不同的，不要去追求，不要去可以，那倒是开心就好。所以我个人希望今朝我能够体现呢这个一点我的愿望。那么最后，我感谢一位，这是我的老伴杨老师。伊平常呢长期卧病，不能行走，因为中风脑溢血，蛮难行动的。但是长期观来10多年。对我经历了交关好精神支持，所以我还会感激对我的善良。更多的布施到爱好音乐的人群，像一个享受的。这是老客乐们自己的朋友圈子，他们通常有着共同的品味。柔和的舞台灯光之下，大家聚在一起，喝着咖啡，听着唱片，翩翩起舞。
小到每一条市井小道，都展示着夜上海的光影魅力。贾贝筹划了一个多月的圈内答谢宴拉开了序幕，香槟茶点随着客人们陆陆续续到来，贾贝短暂地忘掉了创业的艰辛、资金的压力和日间的所有烦恼，融入进这迷人的蓝调音乐和夜色之中。这里是上海，一个崛起于长江入海口的繁华都市。